总统西门英九，我们的钟馗。
因为咱刚刚出江咱宴会，刚刚出江咱宴会，所有技术人员一同恭迎。感谢感谢咱所有的技术人员，大家辛苦啊，谢谢。今天咱北港村的宴会收。OK OK， 好好，嘿嘿。祝神再拜，祈求北港朝天宫金水桥咱祝神牛马，会当飞转台湾民，有求必应，有道必应，南疆北虎古纳成雄，三拜。来捧花拍来，感谢感谢咱北港金水桥，咱的祝神牛马。同时，我们祝神牛马苗仔是咱的生日啦吼，大家有时间庆祝一下我们牛马生日快乐吼，感谢。感谢咱所有技术人员、工作人员，北港村咱的宴会再次恭迎，恭迎咱北港金水桥祝神牛马。感谢感谢咱所有技术人员，加咱委员哦，李冠章，感谢。
来这里吼，就包起来。心存感恩，好的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再来欢迎我们的哈小辣椒组，小辣椒。这一次，哎，这个名称叫做什么？牛肉面加辣，可以吗？远离一点点哈，因为真的很大声，真的很大声。
飞奔跑啊！